是这样。看，你这好像到了。人家九妹都开箱商品，我们开箱 money 的。对啊，看我们比九妹屌哎、欸。没有了，我们现在有现金240万，还是540万。看完了，为什么？那这碟是谁的？为什么每次都不一样？我分两段，分两段。看这风险真的蛮大的，我发现。你知道有少钱吗？定了没啦？不定了啦。定了又怎么样啦？太凶了，太凶了，太凶了。好，记得大家先订阅好吗？大家好，我们是会计面，我们快解散了。苏米，你快没工作了。苏米，你要瘦了。对，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继续把你养胖了。对啊，我们最近就是一直遇到别人跟我们借钱，会遇到说什么谁有困难，然后可能都不认识的人，会有点情绪勒索我们说要借钱。嗯，所以我们钱就真的都借出去了。没有啦，不要乱讲。所以其实我们都很好奇说，如果今天我们出现困难，我们身边人到底会不会听我们？对，因为很多人就是听到我们都会说啊，你们做 YouTuber 赚很多会跟别人借吗？或什么之类的这种言辞出现。因为我赚很少，他赚很多。没有，我也赚很少，苏明赚最多。苏明他买老板机，我们都买不起，我们都买不起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很好奇说，如果今天换作是我们跟别人借钱，会有多少愿意借我们？对，但我们这次不用打电话了。因为我觉得用打电话太慢了，而且我觉得那种人情压力啊，对，打电话你还要跟人家讲，会支支吾吾的，我们直接po限动，你想好，我们会直接设自由，而且我们会直接在动态打说，如果你看到这篇动态的人，代表我们真心把你当朋友。对，如果真的没有办法，那我这好情绪勒索，哇操！我们没有一个一个问哦。那你看到我这边自由就是你了，尼克，没事啊，我把你当朋友，你不一定要借我钱啊，我把你当朋友啦。对，反正我们自由会设我们身边最好的一些朋友，对，最有钱的朋友。不要讲，但我们不会只是收收讯息，我们要人家真的把钱拿过来或转过来，然后我们就跑了。啊，我们要跑去哪里？日本啊，日本刚解禁，七月份可以去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先准备我们的手稿。我这里有打一篇的，你没有打到真心的朋友？哦，有啊，后面。哎呀，看着好。对啊，那你念出来好了。好，江湖救急。最近有些状况，拍片急需一笔钱，因为金额不小，怕一个一个密会让大家造成困扰跟压力，所以希望有闲钱的人愿意帮助我们。等日后我们成功，什么日后我们成功干，肯定不会忘记，但不能保证这笔钱能多久还，所以真的有闲钱再帮忙就好了。P.S. 如果你看到这篇动态，代表是我真心相信的朋友，如果没办法，我也不会介意，万分感谢。对，然后我就应该再加点比较悲哀的情绪。反正这是初稿。初稿，再点到下一个字，有时候就会是我们的银行账号。哦，对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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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接见面，我们找你拿也可以，或是你愿意拿过来也可以。那我们要去买个金库哎，到时候就在那保险箱就跑。因为这部片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，我们也不可能一直拍片段。对，然后反正我们到时候可能会最后再拍一段是直接总结我们收到的钱，如果有现金愿意直接拿过来的呢，我们会直接拍片段，全部捐出去。这也是可能最不要捐出去吧。好，那我们下一幕见，拜拜，开始。OK， 好，我们刚刚吃完饭，然后。有点临时哎，我们朋友就赶快打电话过来说要拿钱给我们，对，所以我只能用手机录。大家可能也知道是谁啦，因为跑北宜的时候他有在后面开，真的很挺哎，刚PO完限动就可能就跟我们联络了。我们原本就预期到有很多人会挺我们，对，只是我们真的人到的时候心里有个感动，又有点不好意思，虽然很熟啊。好啦，走啦，走，刚刚等太久。你知道他本来说是要汇给我们，但我们就跟他说要现金，因为画面比较好看。啊，你有跟他说我们要干嘛吗？啊，就是，因为我们需要一笔钱，要割包皮。屁呀，割包皮要那么多钱啊？只是想知道到底有谁会真的听我们，但我们还是要跟你借钱。没有，现在我们过几天就还你。那所以我是唯一的吗？还是还有其他人？还有别人。真的假的？对。别人可能都比你多，你要不要再加一下？靠呀！一百万还不多，看给大家看一下。我干，这是一百万吗？你打开会不会只有几千块啊？最好是这样。干，你这好像到了。现在留言呢、啊？靠背送一张。干，最好是。所以对啊，所以你们现在是在看？我们要看到底有谁会真的比我们？所以你们没有困难。我们其实也有困难的、啊，有困难呐、啊，有困难的、啊，超有困难的。想把大家的钱都收到之后，对，拍一个节目，然后拍个跑路啊什么的。对，要拍了。好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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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这样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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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这样哦，嘿。好 ，OK， 我们
们现在来找我们另外一个金主了。好像压着人家去签大钱的。我们今天决定一次把钱收了。那上次收的钱跟特别去借了一台验钞机，等一下我们会带很多钱，然后直接往中部走，因为我们这朋友是在中南部。好了，其实刚我这朋友一下来的时候呢，就看我们在录，就先问我说你们是在拍片，因为他很了解我们，我就说对，我们在拍片。他说。昨天开会到半夜，然后早起要带我们去领钱，然后我们跟他说在拍片，没看他这背影，他有点小不爽啊，不过没关系，我还是要跟他拿钱啊。对，我跟他说我会跟他借个一天这样，对啊，不然他其实昨天也蛮紧，一直密我，然后我今天有没有要拿钱什么，也觉得我们有怕我们有困难，我们这有困难，我们这是蛮有困难，对啊，我们这钱哪里拿到的？你这朋友借我们100万，好，那我们就等我们这个朋友去领钱。好，其实我们每个朋友见到第一面都改问我们在干嘛，对，但我们都有告诉对方，其实我们是要拍片啊。就没有，其实有些人看到我们拿，就知道我们要干嘛，因为那些都是很熟的朋友。因为如果我们当下不讲，摄影机、相机拍着太明显，因为我们常会用手机拍，因为我们不可能设备带在身上。因为像昨天就很临时，吃饭到一半就、啊、我们就有一个朋友送过来，对，所以我们基本上会有一些片段是用手机拍的啦。这很像当跑在一起。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再要到更多，但老实说，有些人真的不太好意思开口。对啦，感觉他们会不开心，所以好像他们真的要帮你，然后因为这几个是脾气比较好，然后又跟我们真的熟到玩在一起。对啦，反正我们前面就跟他说可以动的闲钱再借我们。哦，对啦，因为我不想动，所以这些是闲钱，都不用管他们。好啦，我们就等领钱出来。朋友还在领钱，对啊，可是我们司机先到了。好了，我们先去放个东西。他今天履历又多了一个职业，叫做运车车手。等一下，我们朋友拿完钱，我们确认完，我们就直接杀去台中。好，那这边先这样。应该是安全的。那、啊、我们就走了。走了，你回去开会吧。就这样子，明天就忙了。拜拜，拜拜。OK， 我们现在到台中了，来看一下我们的钱也平安到台中了。这边是昨天我们去吃饭朋友送来的100万，然后呢，这是我们刚拿的100万，都平安到了啊。这个北七也平安到台中了。我们现在要去载微微了，因为微微刚好住台中。好，我们刚才。我们已经到了台中了，然后我们刚才路边去买个饮料，然后我就觉得台中好像还不错，对啊，好，然后又发现哎、欸、旁边好像有新一房屋，我觉得说我们就可以拿着这一袋有没有？我们在富统旗馆直接买了，微微，我们拜台中好不好 ？OK 啦，不是台中好不好？我原本就在台中，没事啦，我帮你们结账哈，把剩下交给我，哎、啊，你们先去 Seven 买个饮料休息一下。那走啦，买房，走，最好是啦。好啦，我们等一下要再去。去朋友家，因为现在金额开始比较多了，所以我们找安全一点的地方。那、啊、我们还有别的中南部的朋友会送钱过来，对，不然我们今天要跑太多地方。好 ，OK， 刚刚有朋友汇了一个40万，台北的朋友，因为我们刚好在台中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准备去近的国泰里。那我们往银行出发，对，去国泰去领钱了 ，Go， 出发，银行到了，给我下车，我们不要下车了，外面好热啊、哦。里面不能拍，你去啦。啊，这样好像车手。对啊，看还戴口罩，还给我染头发，看起来要给我抢银行一样。要不要安全帽？像那种笑脸呢，要去干什么坏事？然后奶头啊，他等下又要边抓奶头边领钱。哎呦，你的车手，这个车手有点招摇。对啊。哎，那走路走成这样，大摇大摆的。因为外面太热了，我们就在车上等他。OK， 没有问题。车手回来了。哎呦，用抱的耶。好爽哦，干！而且他刚刚一直看我刺青，然后一直问东问西。他问了什么？哇，喂，开心吗？开心吗？爽。他说你拿这钱是要干嘛？拿来打我的。好啦，感谢小 V， 他也是知道我们有困难之后，他就跟我聊了一下，之后就说兄弟，我把钱汇过去了。Oh my god！ 他本来要汇100多，
对啊，只要说他钱刚丢一些虚拟货币的、啊。好啦，谢谢小 V 你的40万。走吧，走吧，桃园机场，走到桃园机场了。欢迎来到陈辉开箱区。没有啦，我先把钱装进去。人家九妹都开箱商品，我们开箱 money 的。对啊，看我们九妹屌哎、欸，那个落掉了啦。妹，好好学一下，知道吗？又要开箱这个。哎，没有，人家开箱都是房子，房子几亿几亿来去的。人家都是好几箱的。对啊，我们落了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这样装起来很爽哎、欸。对了，我们现在有现金240万，我第一次看到240万的现金哎、欸。我们拿被零检怎么办？你就拿一本给他、啊。最好是。工作辛苦了。好悲啊，那你要遇到我们的粉丝，我们就直接给一本。白痴哦、喔，是有人认出。那我应该可以先当一下粉丝。不行，没有，我们也不太方便让别人知道我们朋友在哪，所以我们大家就直接去到他家，然后我们就不录在路边的。不录哦，蓝色哦。好了，太多了，拿那么多钱也不方便在外面啊，所以我们就把朋友都约在同一个地方，这样差不多吧，走吧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这边过去大概多久？10分钟。好，那我们好，车手开车。OK， 好，这边先跟他们讲。钱在里面吗？对啊，都多少？100。好，好爱你。好了，其实我们刚刚我们在拍片，怎么了？他应该早就知道了。应该是我们在拍片，知道？怎么了？没有，就是其实我们跟你借钱是为了拍片。哦，好啊。他应该说哦，还好是拍片，不会连发什么事。看你怎么会这么笨，不知道怎么接，很没有戏剧效果。还以为应该反应更大。所以不管什么片，你都是愿意借我们的。我们的朋友特地就是来找我们这样，所以你本来在哪里杀过来？刚好在附近。哦，那大家，而且大家都为我们提早去。那给你们吗？没，大家在哪啊？大家在哪？今天在哪？这在哪？没关系。其实我们就是在拍部片。对啊，相信我们大家继续在讲。继续在说，不要再拿那么多钱在这里。Hello。没有了。没有了，最近遇到一些状况。真的有点想你了。想恢复关系。把人家肚子弄大。屁也没有乱讲。你要几点到五岁就对了。你先看我们在干嘛。好，我其实我原本有点猜到，但是。对，你有想到我们在拍片。我跟你讲，他就是摆明了不会上镜头啊！你这样晃来晃去，我们剪辑是会有点困扰。你可以出声音啊！好啦，先抱一个。所以你都不觉得我们今天需要钱吗？我知道你需要钱啊，但是我觉得有一点点的成分就是感觉没那么单纯。抱一个。啊，你钱还是要拿出来给我们的。有，好，那我们先整理一下。好。OK， 好，我们现在来我们的朋友家了。有准备了一台点钞机，所以我们来这边算他的钞，对啊。再来看我们现在这里的钱。好，来，发现我们现在借钱这样也蛮好赚的，所以我们就一直借钱就好了。然后就是哦，会还的，然后一直拖，现在不都很流行这样？对啊，这是100，这是40，140，这是概领的。然后这里是190，这是100。哦，你现在240。我们接下来我们这边还有一个150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们朋友不方便弄。看他的手大放大就可以知道是谁。太快，手是太快了。这150，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大家用银行的习惯不同。像这边合作金库，这边是富邦银行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国泰世华。对，国泰世华。啊，这不知道哪里拿来的。1234，这里150。那我也这都假钞啊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可以。我还有另外一个朋友，然后他刚好刚刚也在楼下等我们，他找他一起来我们朋友家坐这样。对，然后这是两个人。这是谁跟谁的？你还是跟陆一起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我们的摩奇的。这是哪间银行？这是哪一间？台新银行。台新银行，跟我同一间。结果突然变银行业配。这是我两个朋友的，一个刚好在台北啦，一个在台中。他要不然就直接汇给台中那个，一起拿给我们这样。30、50、150、140、540万。我们借由这部影片就知道，我们以后这种困难的时候要找谁借钱。真的是这样子。可是我们有什么困难会借到540万？你跟我又不赌博的。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钱，真的哎，干好爽啊！就真的，以下开放留言，一人抽一本。干不要被抽了，人家在这边清楚都在那边，你为什么要抽一本？应该会很多人会觉得说，哎，我们是拿假钞，一个一个拆开验，然后到时候我们再用橡皮筋绑回去。好，我从下面这一点开始好了。他是直接猜，哎，第一次猜那么多钱。好，先确保他不是碎纸机哦。完蛋了，上面长点。好爽，好爽。好，第一点。
现在多少？30万。30万。做什么交易？到时候会不会被姐拿去当指标的？不会哦，我们要上甜水一封男。越看越难过，还在帮别人洗手。对啊，对，真的哎，我最知道做银行的那种心情。重点是我们其实没有当下真的检查，因为如果真的有少，可是我们都有录影是还好。再算一次。为什么会有500啊？太少了。哇，少6张，干完了？为什么？那这碟是谁的？为什么每次都不一样？没有啊，都94啊。我分两段，分两段。但是风险真的蛮大的，我发现。这一碟是谁的？哇，看真的少6张哎。看真的94哎。看完了，这是谁的？这里的对不对？对啊，我们中间的，这都是这里的对不对？还是 Alice？ 你们没有当面点对不对？对，没有当面点。你他说他不想猜啊。喂，喂，哎，我问你哦，你这个钱是从家里拿的对不对？一半一半啊。哦，哎，就有现金啊。你知道有少钱吗？少6000。怎么少？有一本少6000。哦，我知道啊。干。干，你不讲，你吓死我了！我靠腰哦。没有啦，我早上才，我早上才发现的。啊，你要讲啊！我们真的超错，我刚才算了至少10次啊，那边手点。我早上才发现，我有一本在抽屉，我应该有一本。啊！你吓死我了！啊，才6000而已，6000我们要赚一个月。对啊。可以啦。我们这么低收的频道，看你吓死我们了。发现我们以后不要拍这么多，不要再跟人家借钱了。但我觉得这刀把点完了，因为画有问题。本来还在担心这一段很无聊，我突然觉得这一段真的是这100。现在每一本我心就在淌血，你知道吗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6个。1、2、3、4、5。所以是300万。嗯。400。500。500。500，对，500，540，对啊，540，没有500嘛，510、520、530、540，可是少4张，所以是539万，没，530，6000，不对，540000，干，等，没，539万，干，他不是一样的，等个屁啊，539万6，对，539万6。先感谢以上的朋友，反正不能出来的我们就逼掉。对啊。Alice，小 B， 小 B， 干你讲到小 B， 我还没跟他讲，知道 Alice 也知道，因为只有他是汇款的、啊。哦，对哦，那就打给小 B 哎，我就要跟他讲一下。好。好吧，他可能在忙，那算了，那我回头再跟他说。有什么感想？我觉得其实有点乎我们的预料，对，因为我们有点在赶片，对，所以我们的期限其实只有抓个2天到3天，就让有身边的有办法去银行领钱、然后其实也很多了，我们没有开口，是这种开口感觉就是真的要借钱了，对啦，对，对于某些人来说，我们不好意思开口是因为这种玩笑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比较严肃严肃，他会觉得说好像我帮你，然后你在耍我们感觉，可是我们有开口都是我们很好的儿时的朋友玩伴这一些的，对吧？其实蛮感慨的，因为大家一路看我们从一开始第一年这样熬啊，第二年啊，一直以来都有听到他们愿意帮我们，需要多少钱，你们不要这么辛苦，但我们都太好意思去跟身边的人去讲这些东西，其实有多辛苦什么的。对，然后到最后他们真的拿出这些钱请我们，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努力啊，因为就是代表他们相信我们可以成功，对，然后相信我们会更好，所以他们今天才会听我们。这边也希望大家不要没事去跟朋友借钱啊！我觉得大家有手有脚的话，就自己努力，就像我们当初一样，就我还去工地上班，然后他还去健身房，然后拼，然后也熬到现在。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也蛮开心的、啊。我觉得他们可能借我们也觉得，我们可能还有点能力，就真的很感谢，就是因为这样挺我们的，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也不是小数目，这真的很不小庞大，我们可能一两年也不一定有这些钱，真的
能要拼一大段时间，对很多人来说这可能还算是个小天文数。你要去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如果我们跟自己朋友借钱，然后会有人拿那么大笔数字借我们，因为其实我不觉得我们自己的面子这么大，但我也没想过有一天我会去借钱，所以其实当下拍的时候我是觉得可能就嘻嘻哈哈的啊，但当靠这些钱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这些朋友是真的很真实，扎实，想要帮你，他们不求回馈，他们都是在我们还没红之前就认识我们了，而不是说今天可能我们根本还没拍片，对，所以他就不是说可能因为我们可能有点名气了或什么的，没有，这些朋友一直都在，所以一直非常感谢他们愿意这样帮我们，虽然只是拍片哦，虽然事后知道的时候被靠到了几句，但他们还是觉得说就很感动。好了，就这样了。好了，记得啊，跟你讲啊，就是最后记得最后记得追踪订阅就是我们的频道，然后 Nick 的 IG 还有我的 IG， 拜拜。然后不要跟身边的人借钱，真的不要借钱。对，拜拜。喂，兄弟。我有件事要跟你说，干，我超爱你的，爱你哦。就没有啦，就是其实我们在拍片，所以才跟你聊那，才跟你借钱的啦。我知道啊，你知道？为什么你知道？我知道啦，也知道啦。干他妈！他说你知道还借我们？出外靠朋友，对不对？在家靠父母，是不是？你知道吗？就是我，当我跟小 B 说要借钱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叫我等他一个礼拜。他说他掉200万给我，他说他现在身上可能闲钱只有40万。但他有听到的时候，我是觉得说，我没有想过我今天要跟朋友借钱的时候。他竟然是帮我想到掉更多，而不是说可能就拿着30万给我，这是我觉得非常感动。我也不知道怎么说。回去吃饭。好了，没事啊，回去吃饭。情感的。好了，回去吃饭。解决问题就不是问题了。好了，我们回台北见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在台中拍。OK 好，拜拜哦。